中国人夜深人合一，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你根本不知道如何实现天人合一。当一个理论不能实际运用的时候，说明你根本没有真正理解这个理论。天人合一最早是由《道德经》提出来的，它比《易传》《黄帝内经》《齐物论》等都要早。如果要解密天人合一的本意，我们只能解密《道德经》。首先，《道德经》是关于强者的本质和规律，所以天人合一肯定是关于强者的秘密。老子说：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”很多人把这句话解释成：天地没有偏爱，对任何事物都是一样的。天地怎么可能对任何事物都一样呢？宇宙万物从来都是强者支配弱者，太阳支配地球，地球支配人，纬度不一样，事物的因果关系就会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可能感觉不明显，要知道在老子那个时代，那可是野蛮的人治社会，弱者在面对强者的时候不只是点头，甚至还是跪着的，弱者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强者的喜好。如果是道法自然，就意味着人类的退化，退化到动物的本能，退化到弱肉强食，你连跪着的机会都没有。所以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：天地中空无实，以万物为象征。人在这里表示它最初的含义，就是果壳里的那个人，在这里代表虚实的那个实。比如与善人中的善人，就是虚虚实实的意思。刍狗本就是狗的象征，在这里就象征的意思。正是由于天地中空无实，它只能以万物为象征，所以万物才是宇宙，而中空不是宇宙。所以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，意思是强者如果做了弱者的行为，就能得到弱者的拥护。比如你明明很有钱，却和普通人一样朴实；你明明很有权力，却不搞特殊；你明明很有背景，却要靠自己的实力。由于能量来自差，一旦你这样做，就能得到弱者的崇拜，就能得到其他强者的认可。老子马上做了一个比喻，他说：“天地之间，其犹橐越乎？”意思是天地像不像一个风箱？风箱有什么特点呢？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。意思是你只有空虚，才能获得更多的空气。这个比喻其实是在告诉我们，强者一定要得到弱者的拥护，一定得民心。怎么得到弱者的拥护呢？让弱者崇敬你，而不是惧怕你；让弱者觉得你伟大，而不是强大。你要成为他们的信仰。紧接着老子再次强调，他说：“多言说穷，不如守中。”意思是强者一定要守住这条底线，这才是根本，这才是里子，否则一切都是虚的，它不会长久。这段话告诉我们，天人合一是强者在思想品德上要高纬度，在行为特殊上要低纬度，是强与弱两种能量，要合二为一。在强者身上怎么合二为一呢？不搞特权，不搞腐败，不搞奢靡，一切追求公平，因为弱者最在意的就是公平。老子还说：“生之畜之，生而弗有，长而弗宰也，是谓玄德。”意思是你本来可以占有的东西，你偏偏不去占有，你偏偏让出来，这才是超级强大的人格魅力。这种魅力能超越时空。老子说：“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。”意思是天地之所以长久，是因为它不为自己。所以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意思是强者不先考虑自己的利益，你就能得到最大的拥护，就能永远存在于人们心中，这才是永恒的强大。华夏历史上的所有伟人都是最好的例子。道德经是王者之书，放到今天用处不大。它对普通人最大的启迪是成就属于你自己的梦想。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两条路，一条用心走，它叫梦想；一条用脚走，它叫现实。